连续下了一天一夜，就这样给淹起了。欢迎来到吉达港口。这里的人都是刚从安康没出来过来，在大老板开车是要看人的，不是车看到人会停。注意大哥的国际手势，那边就是上船去兰卡威的码头。我们这样跑过去，我们学了闪电侠，车是撞不到我们的。离开吉达港口就没烟了。来喝杯咖啡压压惊。等了那么久的货终于到了。